应该讲，伊拉表演的含金量还是蛮高的啊！哎，否则哪能会得得着上海市小节目唯一的一等奖呢？对吧？有句顺口溜，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叫“有得有才是人才，有得无才是庸才，无得无才是蠢才，最贵的是人才。”那么，阿拉上海话剧团呢，辣人才培养的天台上头啊，一直秉承了以老带新的那个一个传承理念，让这一批八零后的青年演员啊，晋升了姚默桑、周柏村、余月玲以及倪仁凯老师，还有双子贝老师等老一批的这个话剧艺术家的谆谆教诲，还有的阿拉中坚力量，譬如讲像我啊、吴振云啊、邢磊啊，还有小红商家，一次一次得伊拉的合作。让了这个过程当中呢，积累舞台经验，吸收更多的艺术的养分。下面呢，要请大家来欣赏的是陈思清为大家带来的节目。陈思清一听这个名字，清晨清彩啊！当年在了倪仁凯老师编导的滑稽大戏里向，苦苦苦落，就挑伊担任了女主角。下面呢，就有请陈思清来为大家演唱舞女歌《上海谣》。
紫浪去砸硬那个墙浪去跟定那个铁浪去接灯那个红壁去回避哦哟么天浪乌云做么天浪去一个信哦许个鬼他紫浪去砸硬他地大把他墙浪去跟定那个破破那个刺他铁浪去接灯那个金金呱呱他接红壁去回避冰灯定硬信的信硬定灯冰冰冰冰灯信那个信硬冰灯冰冰地方呢，就是此地一户后代，三头楼隔壁的一条弄堂里向。从小有一个愿望，有一个梦想。哎呀，啥辰光到一户后代来表演？那么应该讲，伊个梦想老早就实现了。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插头司机，名字蛮好听的、啊，叫杜刚，木土杜刚腿的刚。那么我了有种朋友呢，名字倒一倒，叫我刚杜。为的啥呢？伊拉讲我这个人良心特好，欢喜这个助人为乐，做好人好事。伊拉讲现在这个社会，啥人做好人，啥人就是刚杜。那比方讲，现在交关插头司机啊，侪是手机上装装软件，那么人家要车子嘛，练一练，对吧？就这个生意就来了。但是呢，我就不肯做，为啥呢？马路浪向有交关这个老阿姨、老爷叔，伊拉用不来手机，叫不来车子的，伊拉拉来拉去，人家车子不肯停啊。所以我情愿坚持，我就是不装这个软件，我情愿做洋装的。那哪讲我这个算好人嘛？谁呀、啊？哎呀，今朝哪能生意没了啊？哎，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怎么就来了呢？车子是不是你的？是我的。走不走啊？走呀走呀。怎么走了？运动蛮好，生意做得。哎呦，要是打不到车，待会儿淋雨就惨喽。你好，师傅啊。我到那个黄坡南路啊。到什么地方？黄坡南路这条路你都不知道啊？就我们上海好像没有这条路的。怎么没有这条路啊？黄坡南路这条路你还不知道啊？淮海路知道不？嗯，淮海路以前有一个那个太平洋，你知道不？嗯，说。淮海路以前那个太平洋的嘎壁头，那叫
黄河南路，懂了不？淮海路、太平洋嘎壁，嘎壁头，你们上海人不就说嘎壁头、嘎壁头、嘎壁头？嘎壁头，就旁边、哎、对吧？哎，这条路不叫黄坡南路，叫啥？叫黄陂南路。黄陂南路，那咋就叫黄陂南路呢？那你说，耳朵旁边一个皮肤的皮，有边读边，黄陂南路。哎呀，我说你这小胖子没知识呢。啊。哎，你有边你就读边啊！啊啊，旁边是个皮你就读皮、嗯，旁边要是个肉你还读肉啊！我告诉你，不能有边读边，这个字念坡、啊。有首歌你知道不？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是那个坡。坡，黄坡南。坡南路啊，你赶紧朝里走啊，走了。那就黄坡，那个麻烦你这个安全带带一下好吧？带啥？那这个安全带。哎呀，得了吧，我从来不带。哎呦，不带不安全，还是带一下好吧？啥不安全的？就你这么胖，车还能翻啊？你这个不带被警察看到要罚款的。罚款？你是司机，罚你又不罚我，真是的。按照现在新的规定，这个谁不带罚谁。还得罚我啊？没办法，所以带一下好吧？哦，行，哎，从来不带，不会带。那在我帮你啊，你这个东西你。哎，这个小肥手不要碰到我，人家还是黄花大闺女呢。啊，离远一点，我来给你。没事，我也不舍得让你碰的，我也算是黄花小伙子了，好吧？黄花菜吧你是？那走了啊！哎，请问您习惯怎么走啊？啥叫习惯怎么走啊？我哪知道怎么走啊？这。嗯。前面那个高架是啥？就是这个延安路。啊，就你就上延安路高架。沿路高架拐弯上去、啊、完事儿之后，那个有一条那个什么南北高架啊，南北啊，让你穿南北高架，南北高架你就穿那个叫什么内环上去之后呢，它还有个中环之后呢，它有外环之后呢，还有个交环。你看我的上海路熟不熟啊？你说呀，我老上海，我都来了5个月了，你说这是？你同志，你上海一日游啊，怎么的？不是你一直你到黄。坡南路啊！你现在已经绕到交环了，这个其实很简单的。我们现在在这里，对吧？你笔直往前开，你到淮海路一个右拐，起步费就到了。小胖子，你啥意思啊你？啊，你知道怎么走，你还问我？你们多此一举吧你！你开不开啊？你不开，我先开。啊！我开，我想问一下，就你有没有习惯的路啊？走了，赶紧开啊！哦，我打个电话，别说话，老吵吵。喂，你好，是不是上海杂技团？我想找一下你们的驯兽师小王，谢谢。你朋友是驯兽师啊？当然了，驯兽师啊，哟，那人老厉害了，你知道他姓啥吗？姓狗。姓狗蛮可爱的。姓狗可厉害。喂，可爱的。哎，小王，干啥呢？你又训那些狗呢？什么？改了？训狗熊啊！哎呀妈呀，差一个字差老多了！你要狗熊干啥呀？让狗熊开出租车！我的天哪，你咋想的呀？啊，你还给狗熊打扮打扮？咋打扮？哦，穿个黑皮鞋、黑裤子、白衬衫，还打个红领带。你说你咋想的？给他穿个黑皮鞋、黑裤子、白衬衫。节目老好了，我跟你说啊，你那个狗熊啊，穿的跟我旁边这只狗熊一模一样的。哎，女同志，这个话就不能这么讲了，对吧？啊，他旁边是狗熊，你旁边不是狗熊，是我司机，好吧？再说了，哎，他那个狗熊他没有营运证，他不能开出租。你看我这个那有营运证的，我这个司机我有营运证就可以，他那个狗熊不行，我这个狗熊我干。反正就有营运证才能开车，好吧？行了，我知道了。哎，我跟你说啊，我旁边这个狗熊呢，它有个营运证，然后呢，它的营运证上面呢有4颗星。我告诉你，你给你们家那个狗熊多整几颗星，给它整个10颗星。哎，没事，我就跟你说啊，明天晚上咱们一块去看演出啊，一副舞台买2张票啊。啊，行，那明天打电话啊，再见。嘿。
哎呀，你说这狗熊啊，开出租车咋想的？哎，哎，哎，啊，啊，啥呀？开车呀？不用开了。那喝水啥意思啊你？不用开了，不用开了。什么不用开了？什么怎么叫不用开了？啊？啊？你不送我到目的地，你就不用开了，你啥意思啊你？啊？我投诉你行不行啊？你不开心是吧？我你兔子，你不要误会呀、啊。不用开是因为到了，到了，到。淮海路，以前那个太平洋，嘎壁头，黄坡南路。哎呦，还真是黄坡南路啊！哎呦，开得挺快。来，多少钱？16。大哥。不是女同志，你干嘛？打个折呗。不，我出租车打表，这个怎么打折了？怎么不能打折啊？我跟你讲，今天我是那个 APP 里边没有钱了，早上的我就找那个 APP 了。你明天那个里面那个能打折，你给打个折吗？打。你照意思，你这个怎么打几折？八折。16块打八折。八折。6848，一八得八，12。13。再说一遍。13。你啥意思啊你？不，本来是12块8。你别说话，你骂我是不是？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们上海人说13 13，那都是骂人的。哎呦，女同志，你我很13吗？哎、你我很13吗？误会了，你看上去13。误会了，这个人家不文明的人，他骂的确，他骂十三是骂13点。我说的是钱，13块，不一样的。哎呀妈呀，人家骂骂我13点，我就当省略号一点一点听到算了。你居然骂我13块，我是一块一块的，我几斤有你大呀？哎，我真不是这个意思。什么真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你什么意思？我没说你是谁。那哎呀，我说呢，上来就问我怎么走。哎呀，这个人，哎呀，没意思，下去了。你这个狗熊！哎，怎么？姑母路了啊！你哪能碰到搿种人的了啊？你钞票勿付，勿付也就算了。你这个狗熊，哎呦，那辣我门浪向还踢一脚呀，踢了只鼻当出来。哎呦，死光了！看起来朋友们讲的是对的，好人真的勿大好做啊。哎呦，现在这个社会哪能变成搿能的了？哎，其他事体勿讲，再讲桩事体拨㑚听。昨天我休息。我出去白相，乘公交车，上了车子蛮好，我坐着一只位置，刚刚坐下来，旁边来自一个这个女同志，拿手里呢抱着一个吃奶的小毛头，我想人家女同志不方便呀，葛末我位置让出来，让人家女同志坐。同志们，哪讲我这个算做好人伐？啥人晓得？没2分钟啊，旁边有个护士讲闲话了。让位置给个女的坐，哪以为有好心啊？伊是有目的的，伊就是为了等他一些，偷看这个女人和这个小人。讲都讲不出口了。那刚刚现在这个好人也好做啊，有道理，好人不好做。从今以后不做好人了，我做坏人了。那看我这面孔像坏人吗？啥人讲像啊？就做坏人，哼，坏到底，坏到根，哼。啥人要车子啊？啥人要？生意妈咪。师傅。哎。车子是侬的吧？是我啊。走吧。是啊，小丫，谢谢碰到个新娘子了。小姑娘，侬今朝结婚啊？啊。那新婚人呢？不晓得呀。结婚结得了，新婚人落脱了啊！掌声！现在结婚花样进正头，新郎新娘分开行动啊！小姑娘，侬到啥地方？莫非侬？
在九江路边只盲洞开。九江路边只盲洞开，哦，我晓得了。看侬搿副打扮是到饭店里向去办酒事去的，对伐？九江路哦，饭店交关了。我晓得了，王宝武大酒店，对伐？吃吃喝喝啥蛮好。前头王宝武就要到了，我等侬停下来啊。勿要停。搿侬要么大概洽谈过海伦宾馆啊？搿侬搿搭下去，侬穿穿马路好伐？勿是。还辣前头啊？那前头好像没啥饭店了。侬要么大概南京路浪和平饭店啊？啊，搿我帮侬转一弯啊。小姑娘，前头和平饭店就要到了，等侬停下来好伐？继续开。继续。小姑娘，再朝前头外滩黄浦江了。开下去。哦，开下去。侬做啥？小姑娘，我这部是插头，不是摆渡船，开不下去的。搿对不起哦，我下去了。哎，让侬下去，侬有啥事体忘记伐？有个。嗯。我一家头下去老吓的，侬好陪陪我伐？我就倒是第一趟听到呀！啊，别弄了，哎，不客气。哎呀，麻烦侬，拉牢我手好吧？好拉手啊！不是，衲新婚人没意见个哦，衲大概结婚了拍录像的嘛。那阿个呢？跟我往前头走。哦。小姑娘，现在阿拉两家头搿只位置非常尴尬，基本上呢，推背一步就是跳黄浦了。哎，侬说家好先收拾回来勿啦？侬到底做啥了侬啊？我要跳下去呀！下头有得交关人辣辣等我。啥地方有人等侬了？黄浦江。哦，我晓得了。现在喊个四五婚礼，就是夫妻两家头跳到水底下去结婚了，对伐？那这个黄浦江里默默暗啥物事也看勿出呀？侬需要我做点啥呢？麻烦侬一桩事体。啥事体侬讲？等我跳下去之后，哎，帮我做三桩事体。何里三桩？第一，哎，点三支香。三支香。第二，嗯，接点媳妇。接媳妇。第三用不着讲，套流程蛮熟悉的，一边烧香，一边呼媳妇，一边举下来，一边哭。跳黄浦啊！不要来三个，拿男人电话呢？打电话呗。侬不要打电话给伊。啊！伊今朝结婚。对个呀，伊等侬结婚呀。对呀，侬跳下去，伊等啥人结婚啊？伊不是等我结婚。伊是跟人家结婚。侬讲我要伤心吗？伤心啊！我要难过吗？难过。我要跳下去吗？应该跳啊！谢谢侬支持我。我故意的呀，那我走也能出来。救命啊！我吓死我了！我吓死我了，侬啊！我弄不懂呀！哎，刚刚明明是侬要跳下去啊，哪能弄翻弄翻变成我要下去了呢？哎呦，小姑娘，侬晓得吧？侬作兴跳下去，侬会得游泳，侬淹不死。我这个人游泳游不来，我跳下去，我遭排头淹死的，侬晓得吧？哥，侬放心哦，侬跳下去应该不会得淹死的。哪能不得啊？侬身高头噶大只救生圈，哪能会得淹死的呢？瞎讲不讲，我啥地方有救生？想倒是有眼想，小姑娘啊，为的啥啦？回来回去，只不过就是一个男人不要侬的。人家男人要侬，侬就要跳下去的。侬自家想过伐？侬年纪蛮轻，卖相蛮好，侬真的想嫁人的闲话，侬还怕嫁不脱？侬真的急了要嫁人的闲话，在场没结过婚的男同志，举举手，把侬给。你真的有人举手啊？拉眼睛，不是伊拉招头皮。
侬实在侬寻勿着，侬世界浪向好来西的猴子家多的嘞，对不啦？没结过婚的多嘞，对不啦？啊，他不去讲你了。侬想过啊？侬今朝扑通一声跳下去，迭只男人会得为侬伤心？不会的。真正会得为侬伤心，是侬的阿妈，侬的妈。侬想过啊？那爷娘拿侬从小养到噶大，侬今朝就扑通一声跳下去，那爷娘假使晓得，伊拉不要伤心死啊！要讲那爷娘会得伤心，我也要伤心啊！侬伤心啥？当然了，那漂亮的小姑娘婚还没结呢，跳下去，浪费嘛那个！不是我意思呢，哎。小姑娘，侬想，侬跳下去的辰光，我辣辣侬旁边。同志们，我在案发现场啊！哪个呢？侬只手我拿过的个，你身上有我的指纹的。那辰光，侬今朝扑通跳下去，过个大概两三天，不噜不噜不噜疼起来，对吧？那辰光人是已经不像的，长得像黑的鼻子一样。哎呀，那么人家阿里个阿姨正好往浦江边头马路一看，耶，疼要死！那么打110。两个警察们在那聊起来，扒了地了。这个辰光身上应该昏珠啊，疼光的，擦木，吓死人了！哎呀，一条路身上像一百样么子没，你都不用手了，有的我的指纹啊。那辰光警察讲侬不是自家跳啊，是我在那啪推下去的，那我哪能还搞不清爽了？我都弄不懂了，对不对？刚刚一个女警钞票没把付，临走还提个脚，讲你这个狗熊，哎呦呀！那两个警察在我后头把毛领起来哟、啊，好紧张，气死我了！真的哭了。啊！你又做啥了？痒不了？你做啥了？我不要伤心了，好吗？不要哭了。你伤了？我不跳了，好吗？不跳了，侬再讲一遍，侬哪能？我讲我不跳了，侬刚刚讲了对的，我搿能介跳下去，迭个男人又勿会得伤心的咯。最最伤心的是阿拉爸爸妈妈。哎，你对嘞，多想想爷娘哦。嗯，侬讲了老好的，所以我现在老想去看看阿拉爸爸妈妈的。跟侬去啊，我送侬去好伐？用勿着的，伊拉住了老近的，我走走过去就好了。啊，是吧？谢谢侬哦，侬真是个好人。勿客气，勿客气。哦，对了，啊，侬叫啥名字啊？我叫港独，港独。哦，好的，哥们，谢谢侬讲些啥？客气了，客气。哥们走了。啊，走吧，走吧。三位。三位。侬真的是个好人。哦，谢谢，走吧，走吧，啊。记牢，下趟一家头不要到搿种地方来哦。晓得了。去吧去吧，对勿啦？小姑娘失恋啊，吓人到怪，心情本来就勿好，跑到搿种地方看到钢丝嘛，这个是要往下头跳的呀。所以搿种地方失恋的人物，啥子人为了自杀都要想跳下去了，对伐？告诉他。我是想问问看，侬好跟我一道回去伐？不是，侬回去看那爷娘呀？我跟侬一道回去，我啥个名堂呢？侬刚刚救了我的命呀！啊，我总归要让阿拉爸爸妈妈看看。看看看啥？看看侬在救生圈了。妈妈爱好老奇怪哦，救生圈啥看？哪个我去啊？我去啊！欺负他鼓励一下呀，哪能拎不清个啦？哎呦，去了，绑着袋子去。啊，不来塞了。你妈讲过啊，碰着小姑娘要稍微矜持一点，不是要吓到人家。啊，哎，哥们，老规矩，猜对吧？猜手啊！不猜啊！搿算了，搿么勿猜了。搿么侬过来一眼。啊！中！
好人要做啊！阿拉上海话剧团呢，获得北医院来的继续培养青年演员，让伊拉多演戏、演好戏。这趟的展示啊，就是让伊拉集中的发光发热。其实呢，也是给伊拉压压胆子。邵英东啊，曾经深有感触的讲了一句闲话，伊讲：“阿拉三年学艺毕业的辰光呢，阿拉是三年人；八年以后的汇报演出呢，阿拉是八年人。”现在二十周年了，阿拉是陈酿美酒。哎，我倒觉着这一个比喻倒是蛮好。实话讲啊，酒越陈越香，泥越好越劲。我相信伊拉在了滑稽的舞台上不会的停下脚步，因为一海无涯，泥无止境。邵英东在了两千年的辰光就获得了江浙沪优秀青年演员大奖赛的技能奖。2009年的辰光呢，伊编创独角戏《动迁》，曾经获得了上海市小剧目会议的优秀作品奖。下面呢，伊将要带伊的同学搭档赵玲玲一道为大家来表演一段传统的独角戏《拉黄包车》，看伊拉拉得卖力不卖力。哎呀不好意思啊，乖乖没得名了，叶副舞台今朝噶许多人啊，哦，侪来看滑稽啊，嘿嘿嘿，那哪能噶来啊？啥个乘黄包车啊？头牌头座这个小姑娘噶乘黄包车啊？侬吃我豆腐，侬当我不晓得？哎呀，那现在是新时代新社会，那哪能会得乘黄包车呢？对吧？那个听说讲最近那上海在了交通大整治，黄包车贴了马路高头要拨罚单子的，那晓得吧？哎，旧社会三十年代，上海滩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黄包车。我现在就扮演一个旧社会的黄包车夫，对吧？像那现在到街上里向，基本上是要么大方便公交地铁，对吧？要么有中介喊差头，滴滴打车，再实在不来嘛，屋里向吃家的人家嘛，自办小轿车。对吧？搿种人家侪有个，旧上海也迭能介分啊。落旧上海，劳苦大众基本上出门就走走路个，稍许有眼动力的人家呢，乘当当车、有轨电车。再上去的人有身份了，乘我后头搿部黄包车。要是再上去个大行，基本上屋里向有的自办轿车，有的专职司机。哎，不过凭良心讲啊，黄包车夫蛮作孽啊，从早做到夜。三顿吃不饱啊！早浪向四五点钟出车来，夜里向做到头两点钟转来，作孽吗？苦得不得了啊！但是闲话讲出来了，来了，那现在新社会新时代，有的一个职业比黄包车夫还要苦，那晓得啥职业吧？啥开叉的？开叉的是我独自独生。他那讲就是滑稽演员。那觉得滑稽演员哪能哭呢？哪能不哭啊？有个滑稽演员，伊开专场到台浪向，叽叽呱叽叽呱讲了5分钟，那不等于歌唱，这个人心里像猴子的来劲似的嘞。哦，想想，现在滑稽演员心里像不猴子嘞？黄包车夫才过来，来来来，拉一根要黄包车，来来来，拉一根要黄包车。哎呦，哭呢，谁都没斗，嘿嘿。黄包车。有声音了吗？王宝强，哎呦，回来了，六，王宝强，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平安辰光不要王宝强，敲子多得嘞，敲钢子还锁了喉咙口，今朝要王宝强的，敲子一步还没，不是大老板，王宝强，哇，你那地浪叫女东东，女东东啊，哎，女东东是我的姐。嘿，侬迭个人扎劲个嘛？啊，扎劲摆辣地浪向个。哎，勿摆辣地浪向哪能？我摆辣台台里向扛起来呀。哎，我觉得不对呀、啊，你这个大老板哪能眼睛朝天浪向看个啦？啊，有种地个老爷啊，眼睛朝朝上头飞。嗯，葛末侬飞上去还飞下来伐？哎，搿要看情况了。哦，有辰光飞上去，有辰光就勿飞下来了。勿飞下来，侬就一脚起。哎，我一脚。啊，侬有毛病啊啥？王宝强，
来，大老板，你看，呼呼，哎呦，你不王宝桥呢？哎，对，要不对呀？啊，个王宝桥嘞，王宝桥不死他的？我呸！侬算回报我是吧？啊，我家上家头个人来了，侬眼面前侬看不出来啊？哎，迭只模子王宝桥发，啊，不像嘛，不像，哪能不像嘞？哎，大老板，我有得功劳的，不相信拿出来给侬看啊？哦，七零八了，因为王宝钗七零八了。不，大老板，侬听我讲啊，我这号头是八大灵光啊，但是我这个人灵光啊。哦，我天天在了外头做生意，嗯，等我回到公司里向一看，放号头了，嗯，样样好的号头全被伊拉拿脱了，只听两只号头没拿脱，一只七零八了，还有一只呢，还有一只叫八二八三，还是七零八了。哎，我没办法啊。啊，那么侬王宝钗付。哎，我们走。哎，大老板，你到了快去啊。哎，我到。三马路正区交易所。三马路啊，嗯，来坐。哎，不要坐。啊，侬认得吗？认得的啊，认得的。这嘴巴凶嘞。是呀，我上趟碰着王宝桥夫，嘴巴好叫比侬凶，是吧？我讲我要到吴淞路，吴淞路么近了呀。啊，伊跟我讲，我认得的，认得的。哎，结果拉到吴淞口。啊，这个朋友太麻烦了。哎。那么侬讲三马路正区交易所认得啊？哎，哪能走法？三马路就是二马路过去，嗯，四马路不到，嗯，当中有一段就叫三马路，比西宁多口气。不，这个地方是叫三马路呀，啥地了？走。哎，来，坐。来，哎，哪能一些又下来了？侬啥事体了？来，啊，这个价钿没谈清爽，否则到目的地侬要敲竹杠。啊，哎。杜老板，嗯，那么侬一声，侬会价钿伐？既然叫杜老板，杜老板是肯定不会价的，不还价的啊。那么阿拉讲清爽，嗯，三马路证券交易所，哎，八千块。啥的，讲到八千块，因为得立不牢啊。哎，定眼眼路要八千块啊，路不少嘞。哎呦，我叫自家自备小轿车坏脱的，否则我滴滴。两分钟就到的，侬滴滴只有两分钟啊！我特发，我要半个多钟头嘞，稍许便宜，便宜个，搿么侬讲几钿？我讲，哎，迭个，嗯，好，答应侬。哎呦，介生气啊！哎，哟，今朝我特了便宜货的哦，快点！哎，讲清爽哦，大老板，哎，拉到侬三马路证券交易所，对拉个，10000块，不成。你啥子啊？你哪能一记头拐下来个啦？哎，我实在对了娘舅啊！啊，我八千不中，送侬10000块。不，搿么侬迭个啥意思啊？1000块。哎呦喂，大老板，侬辣辣跟我当忙了哎！1000块啊！我迭个8000块金牛券，我只好买一副大饼油条吃吃。侬拨我1000块金牛券，我买啥物事吃啊？侬买根棒头糖，好吃45分钟呢。哎呦喂，饭都吃不饱了，还吃棒头糖呢？少许便宜呀！点能干好吧？哎，4000块也就我一部车子了。嗯，我诚心做侬搿笔生意，7500块，好吧？啊，随的啊，所以把侬贪了个便宜货的嘛啊！我贪了便宜货，哎，我讲起来就难听了。哎，大老板你坐好了啊！好嘞，我开始拉了啊！嗯，哎呀，哎，嘿嘿嘿嘿嘿嘿，你说死他去！哎，这个人有毛病的嘛？不得快点啊！我晓得了。啊、哎，大老板，你不要盯着我这个地方看呢，你看着我哪位情色他了，侬晓得吧？哎，侬这屁股呀！啊、嗯，这屁股有啥好看呢？侬晓得是这屁股么？一盯老子看啥的啊？哎，侬侪不懂的啦。这个车杆子是斜的，侬人下去，我要一道跟下去吧。哦，这个道理啊。哎，哦，对吧？做了啊。好的嘞。哎呀，啊，哎呦，哎呦。啊不是，大老板，嗯，打上招呼啊！哎，侬讲，我拉管拉，嗯，你这个不要抖啊！侬一抖起来，我这个拉起来个沙都得来不得了个了！哎呀，侬不懂，啊，不是我要抖，根本侬是路不平，侬一拉我就抖的。哦，路不平，我一拉你就抖，对拉个，那我不拉，那不抖的，搿几道台硬啊！那我开始拉，哎，我开始抖。那我拉的面，我抖了面。那我拉的快，我抖了快。我要来快，抖一快。我要来快，抖一快。我要来快，抖一快。哎呦，声音像按摩一样。哎，大老板，哎，我不拉了，你怎么还在抖啊？甚至忘不得来了抖。
那侬就是狮子王八蛋了。哎，我就是。不是，那个刹车坏脱的，要去山浪向打刹车，我哪吃得消了？快点！哎呦，哎，哎，哎呦，不对啊！啊，大老板，哎，你这人好像蛮重的嘛！啊，我还可以啊，我200斤啊，200斤啊！哎，我拉下来发觉侬200斤不排头啊？为啥？侬晓得吧？啊。我老早子不是拉黄包车啊，可侬是我石油公司里向拉猪路啊，大猪路、小猪路，我一拉就晓得。侬小猪路嘛200斤，车大不大对吧？像侬搿种身体，绝对属于大猪路啊。侬这大猪路结棍得来不得了个了，嘿嘿。黄包车夫来是骂我的，爬了龙松椅。哎，少天，哎，侬说去快点好吧？我蛮快的。我再等侬下去了，我证据交易所要关门的。已经快了呀！快！哎，对了，超过前头接着去。哎，超过了，超过前头马上去。超过了，超过的是接着接着。超过了，超前呼跳。哎呦！没得命了，撑死了。哎，你有毛病的啊？我是人哎，我不是机器哎。我吃饭的不是吃汽油的，你是石头啊还是虫菌啊？快快快快，你妈妈的头快！哎，张口妈妈，闭口妈妈，大家都有妈妈的，去你妈妈的坟里头！侬在吵啊？不吵的。侬在骂啊？不骂的。黄包车想坐伐？想坐哦。下去。哦。今朝碰着煤压的，哎呦，下趟甚至王八蛋坐侬个车子，下趟甚至王八蛋跑出来拉侬个，我有十倍小轿车，车子翻身翻啥？我乘地车，车顶车啥？我走路把汽车撞啥？我蹲了屋里向不出来，房顶太阳了卡啥？哎，哪能？跑到那个王宝车嘛？哎呦，侬都字不懂的呀！我字不懂啥？啊，侬跑过也跑不懂啊！哎呦，侬命嘞！8000块回到1000块，看到侬黑啊！我是大老板，侬黑啊！我本来就我苏北跑到上海来了，哪能？侬讲啊，讲不过我了吧？喂，拉王宝车面对面拉了，要死他了，我把伊气昏他了。哎呀，上天，前头转啊转，转弯啊！我一声，我拉到侬前头火葬上去。不是，那我别着跑，别着我到最危了。哎，坐好了啊！哎，上桥了，上桥。下桥了，下桥。哎，一些是上桥，一些是下桥，我可以啊，落桥。大老板，你不要开了条件不吃了。侬以为拉黄包车更好拉个啊？黄包车么是蛮好拉个哟，这种生物阿猫阿狗通通侪会个。好，我告诉侬，搿种生物阿猫阿狗是会得啦，就是你这个老狗不会啦。哎，侬对闲话啥意思啊？是勿啦？啊，啥物叫老狗勿会啦？对伐？乌搿条老狗哪能勿会啦？侬讲快！乌搿条老狗要勿要啦？哎，乌搿条老狗要拉起来，乌搿条老狗，侬自家讲个。乌能比老狗的嘛？好，今朝脏气勿脏财。啥体啊？侬到我席上去啊？陪我上去啊？帽子戴好，哎呦，斯迪克老好，搿只规格上去了嘛？我今朝教教侬啊，啥叫拉王宝桥的女子？乖乖，这单位结棍哦！看好，拉王宝桥要勿快，哎，勿慢，速度刚刚好。对个，顶顶关键，哪能？这姿势要优美。哦，这姿势是优美。哎，哪看勿到？我看到了一清两爽，这屁股来了条带丝裤啊！阿拉弄件生活把伊搭搭，来快，来快，来快！哎哎哎哎哎，啥的？腰靠不要盯牢一边靠，啊，搿另外边还好靠靠耶。哦，侬三股要左右平衡，晓得了？哎，快！哎不，来快！来驾！来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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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杜老板拉王宝桥的。下面呢要得大家介绍的是独角戏了。独角戏这个当中的色
每间医院工地，是当中有一个特长叫拐口，一个要求呢，就是医院要快而不乱，口子要清爽。等下呢，大家可以听一听张晓东辣辣讲拐口的过程当中清爽不清爽。顺便呢，我得大家介绍介绍滑稽戏的行当。其实呢，滑稽戏啊没老严格的行当的区分，啊，大致可以分为老生、小生、花旦、菜旦、小滑稽。那么少年呢，这位演员啊就比较擅长于小滑稽的表演。我相信前两天来看过这两出大戏的观众朋友已经见到了少年的艺术魅力。下面呢就有请张晓东搭子少年来合作为大家表演一段像老师前辈学习的独角戏《冠冕新桥》。今朝呢是阿拉今朝呢是阿拉送你，我大概吃饱了，对吧？后头有人啊？有啊。是啥人？阿拉舞美的工作人员，还有叶副舞台结账的工作人员，侪辣后头。要感谢伊拉吧，辛苦啊！三天演出不容易，辛苦作业，通宵装台出台，哎呀，不容易。所以，阿拉要么大家也掌声给伊拉，谢谢。讲得好，讲得好。张晓东平常人品非常好，是吧？今朝穿了非常好，卖相好了不得了，真。搿带一颗心哦，哎，前两天疯狂的冰箱拿得来。不要讲出来呀。侬少年只领结漂亮伐？只领结在伐？上头还有毛个哦。哎，阿罗像只鸟杀脱拨下来个。噶做得出？哎，没办法呀，买勿起，自家做个。刚刚徐晨老师辣台上讲过个，阿拉到叶府台来是缘分。缘分。希望此地呢，也勿是阿拉个终点，要阿拉重新再出发。哎，侬晓得伐？叶府台曾经有句闲话，嗯，叫勿到天然勿成名。嗯。今朝侬张晓东来了，到天然了，侬要成名了。成名家，晓得吧？成名家成不了。做啥啦？我刚刚讲搿个闲话，意思就是讲，此地应该是我的终点。啥意思？那预备，那咱试试一场。不要瞎讲。刚刚跳下去没跳成功了呢。那么再拨侬趟机会好伐？勿是要辞职。一楼太低了，三楼了嘛。我要辞职。我要辞职了。有毛病，蛮好，做啥辞职了是？唱滑稽没啥唱头呀。有瞎讲头。不瞒侬讲，刚刚我上来前头，我团长碰着我辞职报告已经给伊了。有侬做啥要辞职？我今朝以后我就不做了。那唱滑稽蛮好呀，为啥不好？蛮好啊，哎。搿能，反正我今朝辞职报告也交脱。哪能忘失望了？我讲眼阿拉平常台浪向不敢讲的，那要听伐？哈哈哈！今朝吃牛棒了。唱唱开，好嘞，奶奶唱滑稽真啊，作孽，钞票啊赚不着，我这个不要瞎讲，真是领导侪辣海，唱滑稽收入还可以的，还可以。领导跑脱侬也搿能讲伐？真的，刚刚搿亚叔讲的，唱滑稽唱得来赚过啊，钞票赚不着，所以去蹭开叉头了，伊讲的嘛，有人讲，真的不相信我跟㑚讲，阿拉比方讲搿种演出，300块一场，嗯。哪怕一个号头30天，天天演，也就9000块。对，而且对吧，要观众养了还。但是事实高头也没介许多演出的。那举个例子，刚刚徐腾老师台上讲过的，阿拉搿只班招进来的辰光11个人，其实还勿止嘞。对个。迭个辰光团里向还有4个传头演。本来15个，现在只剩7个了。也就是讲，哎，跑脱一大半。哎。为啥呢？为啥呢？搿眼人侪饿死了。啥饿死？人家转行嘞，唱滑稽，侪不是钞票饿死了呀？这个不是搿能介讲的。那么大家要问了，为啥哪七个人还坚持了还活了海呢？为啥呢？屋里向买地买房侪卖脱了，真的，那不要不相信啊！等少林林屋里向房子也卖脱，现在蹲辣外头租房子。等下伊上来，㑚问伊。哎，我倒也没讲错，侬看侬看，我就西装裤，大哥这商标贴了海，过脱去以后知道了，隔壁头去换脱伊。假的嘞！另外一个唱滑稽没出息，没出息，哪能蛮好呀？做演员啊，侬追求梦想啥么子？你做演员嘛，有级别的呀，级别一级级评上去的呀，哦，对不啦？最后评上一级演员，像阿拉现在3级演员，
三级。侬讲得出侬真好听的三级。前头抢去人家电视剧剧组面试，人家问我侬搿演员啥情况？我讲我三级演员。哦，侬拍电影啊？啥不？不是这个三级。你看，侬搿身材拍个电影，侬啊，侬有啥？好好好，不要讲了。搿台上勿好讲啊！我是讲这个级别不断提升啊，三级演员有两级演员，两级演员以后国家一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一级演员。就阿拉徐晨老师，哎，国家一级演员，混了好不啦？还可以啊，还可以。那小朋友开演唱会，伊只好混得来做做主持人。哦，侬这个胆子大啊！哦，反正市长保官保他，保他我不吓了。哎呀，不是，这侬当心点，侬下去做相也要保讨厌了。我基本上不是市长，我基本上把侬打好，我要开除他了。对吧？还有侬不要讲，艺术家狠吧？艺术家狠啊！阿拉今朝董尚春、李青，交关艺术家了。两位艺术家侪来了。艺术家啊，同李两位老师，国家一级艺术家，对吧？艺术家，滑稽，艺术家侬有啥用呢？什么有啥用了你？你看你这角色就有啥用了？屋里向住了五楼六楼，哎，每天下楼，哎，走下去，腿脚不方便，想得邻居商量商量装只电梯，哎，商量了几年没商量出来。一个辰光去跟人家讲我是艺术家一级演员，人家听吗？这个到这个没用，大家讲对吧？哎，啊、好，张大哥，可以可以。今朝为老艺术家呼吁装电梯了，对吧？大家回去，再写封信哦。俺老里向也没电梯，也装着了。俺六层楼也蛮吃力的。所以讲，哎，侬要听我啊。我听侬啊。想穿了，不做了，不做了，装。好啊。做啥生活？做啥？到外头去公司里去啊。哦。对不啦？侬比方讲像董老师、刘老师这种情况，嗯，侬碰着人家搿种马云、马爸爸。哟，马爸爸，伊拉屋里要装电梯，需要去跟人家商量了。不要了，人家是阿里巴巴，哎、对吧？还有那边王健林，王爸爸，王爸爸是要结棍，手头一个亿，哎，伊要商量吗？不要商量了呀。所以讲，要做生意，要出去到公司里去。公司里向去、哎。我想好了，阿拉单位附近，我前头抢寻了家公司，伊拉正好了招聘，我去跟人家领导谈过了。领导觉得我这个才能口才蛮好，是吧？伊讲准备把我刚刚进去就把我做经理，有经理，销售经理。哎呦，可以嘛！哪家领导讲啊？伊讲侬第一年经理，第二年总经理，第三年就不能做 CEO。同志们 ，CEO 啊，啥概念？哎，师傅，好了，英文不灵了，好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好了，英文不灵了，好，不要讲了。CEO 全像这啥么子？CEO 啥意思晓得吧？就是首席执政官，对吧？哦哟，这我看出来了，张晓东，侬这个就想当官，哎呀，那么哪能啦？有了钞票，有了地位，下趟老了用不着跟人家商量装电梯啊！侬这个有眼官逼心窍了，侬不要讲我呀，我有道理的。有啥道理？我搿家公司灵光，哪能灵光？跟侬介绍一下，嗯，阿拉搿家公司名字老好，哦，大众，嗯，出口服务有限公司，好听吧？大众，大众，大众嘛，人就开叉头了。大众，大众就是讲所有的群众都能来的。哦，大家才好来。出口，出口，人家是进出口，侬为啥转出口？阿拉就管出口的。那啥？进口带了不得噶，进口基本上是啥个洛阳城啊、老板闸伊拉管。带了不得。洛阳城、老板闸进口啥意思？不得。侬不要去管，反正阿拉是出口。出口。做服务的有限公司，好吧？哦，服务啥么子？好来看看了。欢迎大家一道来白相。阿拉搿家公司这个敞开式，敞开式。哎，外加阿拉还分成这个两个部门。哦。一般是男主播、女主播。哦。这个男同志、女同志进来的辰光要看看清爽。要分开来。不好跑错。要分开来。外加进来侬才好办公的。好办公的。办公的。一张商务楼。哎，有一个手续。哦。跑到门口啊，阿拉接待处啊，有的一个阿姨。来那么我两张纸头，两张纸头老好，侬就好进来了。我就进去，搿两张纸头高头要写啥物事？
没介绍，签字了啥？一百样没个，随便吧。哎，没事。把纸头啊，我就进去了。进来，寻着一个包厢。嗯，对吧？还有包厢。哎，是单独的，单独。单独的，哪能？寻着一个包厢，进去以后，完成了侬某些工作。完成了以后呢，搿两张纸头很关键啊。听不懂了，哪能？搿两张纸头是怕用上了。哪能用？怕用上，侬裤子是拎不起来了。这个两张纸头怕好用上，侬裤子拎起来，侬出来啊。哦，你懂了，你懂了，你懂了，那懂了吧？懂了，懂了。这个两张纸都是要用的，哎，都是非冲死嘛不用的，对吧？哎，那种拖拖心塞心的未洗力，对吧？这个两张错字了了。错字啊？搞了老半天，啥个进口公司？厕所改了？插口不要瞎讲。进口。插口插口。进口是老半扎洛阳城管，知道哎？对。伊拉进去，哎，到侬得来出去，对，道理对了，对吧？好，好吧。哎呀，公共厕所弄得来噶多 ，CEO， 张爸爸，张爸爸呀嘛。哎，侬搿人哪能看不起阿拉？啊，侬勿要觉着调个名字好像是自卑，勿是个。现在阿拉时代个潮流就是搿能个，啊，对勿啦？再讲究啥个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对吧？名字大家侪了调的，比方讲，本来是妈妈这个王党的五开头，现在叫啥海洋渔业开发中心，对吧？本来是妈妈这个皮草超市的啥货店，现在叫啥个超市大卖场、小品 mall， 对吧？本来上海活计集团，现在叫上海活计集团有限公司，大家侪了改名字嘛，阿拉改，好，改好名字，阿拉就时尚了，对吧？本来厕所改长，阿拉现在 CEO。厕所改 CEO， 前头三个字不要打出来。好的，对吧？过脱两年上市嘞，还有只股票贴出来嘞，大众出口厕所改，难道买几百股啊？大家听了蛮开心，还拍手哦，觉着这个事体是瞎想八想，对吧？不对，你们都错了。有梦想的人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道理对，我有一个梦想，哎，拿厕所在，拿厕所给改造一下。哎呀，这个三个字真的有点要出。好了 ，CEO 就叫 CEO 来了，改造一下，哎，拿这个地方打造一新。嗯，原来阿拉搿块公共厕所的地方，通通拆光，敲脱伊，敲脱伊，勿是敲它没用，侬一塌糊涂介小块地方，一只男厕所，一只女厕所，搞啥物事？搞啥物事啊？我问侬，现在上海最高的楼阿里一幢？上海中心几层？118层。118层啊，老高。我扫旁边不倒也没高。我可能我扫只上海厕所中心，119层。哈，靠他中招扫起来119层。在。啊，119层。嗯，这个价格哪能上去啊？哪能上去有办法的。哎，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为啥要扫价格？我哪能晓得为啥扫价格？各位在座的同志们，特别是女同志，我问衲一个问题：，衲平常休息天出去白相买物事，厕所该排过队伐？排过啊！排过队伐？排过啊！为啥要造119层？阿拉搿只厕所间另有一功。哦。侬保证阿拉只厕所间坐下来？坐下来。一只清牛一清。一只马桶盖头开开来。已经坐下来了，马桶盖头哪能开？哦，对。毛子。清牛，我好像跟侬上次说步骤不大一样哦。那屋里间卫生间的地板要经常清洁哦。这到脚洗澡的电视台看不着个是。清牛一清，哎，侬就觉着侬坐了海个人开始升上去。哦，这马桶会得呱的那个上去啊？不是马桶，整个一间厢房一道升上去。呱一道上去。那么这个辰光有的一间新的没人的移出来了。哦，一间新的递进来。再进来，新的再进去，漂亮吧？这个啥漂亮？这个像立体车库一样的，嘎进的嘎的。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关键升上去漂亮啊！哦，升上去，侬想一般过了总归30层或者50层，基本上并不牢了。不是并不牢，就开始全透明了。同志们，这个辰光，侬蹲辣厕所间里欣赏上海的美景。侬帮帮忙嘞，上海来欣赏我美景，好吧？鸟瞰全上海，哎，伊拉来仰看我，
叫啊！哎呀，东方明珠！哎呦，在！金毛大厦！哎，人家下头在来看，有个人倒哎嘛！侬这个不要担心，阿拉这个玻璃设计过，里向看得到外头，外头看不见。哎呀，侬讲这个风景好吧？在！从此以后，阿拉这只上海厕所中心成为上海市的地标性建筑。就到上海来白相的朋友，侪要上趟厕所。啊，外地朋友这个到上海来，先不到迪士尼，不到大世界，先到上海厕所中心。哎呀，我要来看一看这个东西，没有见过啊！这个没有见过啊！这个我也没得播放过来啊，对吧？我冰三个钟头，我冰了海呀！我冰到190。有辰光高铁上侬也好先解决一下啊，可能味道不大好哎。十一吧，十一个，哈哈！从今以后，搿只大楼造好，哪讲看？同志们，哪再想去吧？去啊！我哪记得是真的去啊？好好，生意好了，在，钞票赚着了，在。总经理就是我了，当然我还要做 CEO。CEO 啊，做 CEO 就要有的新的想法了。那就造这厕所不好了呀？瞎讲，光造厕所哪能够？造啥么子？我还要开发眼新的产业。啥产业？我寻上楼。寻上楼。造只会所。会所倒蛮赞，会所哪能讲好会所？哪侪没反应了？侪没去过呀？同志们，我问呐，哎，会所大家侪晓得，哪想想看，会所里有厕所伐？会所里有厕所的呀，有哎。既然会所里有厕所，为啥厕所里就不好开会所呢？对吧？找不着地方，我也寻好了。啥地方啊？我已经考虑好了。哎，就等了人民广场开。啊！人民广场开，那历史博物馆搬下来吧。搿地方我已经叫伊拉拆空了。哦，拆空得了。这个地方辣辣啥地方啊？啥地方？西塘路。西塘路。南京路口。西塘路、南京路，这个地方没啥么子。三四街对过，这个一块牌子呀，步行街一块牌子。步行街旁边一幢楼。四百店。哎。哦，现在四百店装修，侬搬下来个？哦，真的？开会所？会所啊！哈哈哈！俺家改造。改造，来。现在四百店总归好几层了吧？哪能改造？哪能改造？改成三层。三层楼，就三层楼。哦，开三层楼，三层楼位数够了。问问看，一层楼是啥么子？搿能啊？嗯，阿拉南京路，南京路要对外开放，在公信消费。第一层楼，阿拉有主题。嗯，阿拉搿只主题漂亮。啥么子？叫啥？中国好声音。啊，这个牌子，中国好声音。那么为啥叫中国好声音？总归道理有道理，啥道理呢？我先讲讲阿拉这个第一层楼的收费。哎，收费哪能？进来一个，哎，统一价，八角八分，88块。要命，介贵啊！88块你上趟厕所，这个贵的那个，贵啥么子？我觉着老奇怪，为啥贵啦？我这个88块哪能不贵？上趟厕所88块。进来以后，侬有享受的。啥享受了？听音呀。哦，听音乐，中国好声音就让侬听音乐。经过我的研究，听音乐对于上厕所的人有的一大好处，两个字。啥字啊？畅通。侬现在年纪还轻，可能还没行着搿个味道。这个有瞎讲。再过个大概两个礼拜，侬大概就觉得来。哦，畅通就算通畅通，就不畅通了。畅通。侬看到过伐？有交关男同志就立辣厕所里向半个钟头一直勿出来。我晓得，那就搿能介。迭个辰光，当侬就是听到有种音乐，杜比环绕音效的辰光，侬就马上畅通了。是伐？试试看伐？试试看伐？试试看。葛末我现在那就靠辣墙头高头。音乐来了啊！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没有。三月里的小河，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孩子们，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哎呦，搿只好像我有眼中了。一条大河波浪宽。来了，好了。感觉来了，好了，不要唱了。侬开关也算有眼松了。不是，我听到啥个河了啥，我吃不晓得。啊是，一听音乐就适宜吧。这个。外加侬有一个权利的。啥权利啊？侬听了个河音音乐。哎。啊，假使侬不是立了海，侬是坐了海办公。哦，坐了海哪能？听到音乐，侬一只青牛一轻，啪，三只位置，噗噗噗。I want to， 漂亮吧？哦，哦，有这能噶样子啊？88块，是吧？
十老哥做了领了，用好之后快机立起来，怎么劈进去？劈劈劈 ！I want to 咕噜！这个，哎呀，好，这，我要表扬侬，声音配了好吧？嗯，声音的，搿只音要阿拉要用啊，肯定得咕噜噜。同志们，假使刚有搿能介一只位数，拿来伐？来吧，亚叔哪能敢碰了？亚叔好，亚叔刚刚等了上市嘞，真的。搿能，今朝我决定了，假使我只位数开出来，哎，今朝所有买40块票的朋友，统统免费去一趟，好伐？哟，算大手笔。听听看，40块的朋友有伐？有，没个，阿拉搿搭才买80块的，40块都没个。漂亮，侪是80块来的，对伐？80块拨㑚到三楼去啊。到三楼去。嗯，先讲2楼。哎，2楼还没去了。2楼。服务完全不一样。哎，2楼的。2楼，阿拉还有一只主题。嗯，2楼。2楼叫开心公寓。门口，门口立2个人，一个赵玲玲，一个潘基文，让伊拉拉门。侬这个打扰人哦。没，当然，伊拉假使不肯呢，我好摆只人人立牌，大家门口侪看到过啊。对。立了海开门。为啥讲要开心公寓？为啥开心呢？开心公寓就要让侬开心。跑进来以后，120寸投影，帮侬看视频，看视频啊！啊，经过我的研究，嗯，了办公的辰光看视频，也有得一大好处两个字，啥子啊？畅通。不是看视频，我看啥视频那个？但是我研究过，侬不好看各种打仗片、恐怖片，哦，一个老激动的、老刺激的，或者老吓人的，侬就老容易就病老了。晓得吧？一定要看啥么子呢？啥么子呢？看滑稽，看滑稽。哦，原来滑稽还有得这个功能。哎呀，等侬跑进去以后有彩蛋的。嗯，彩蛋啥？哎，彩蛋。点呀，拨侬点呀。细细来2颗摇骰。不，不要瞎讲。阿拉太多的作品，最起码了3楼出现，2楼不会。哦，2楼点不成啊？2楼也就啥人呢？啥人呢？邵玲玲。到家西，潘基文，对吧？俺我你四得四，一四得八，你四得四，三四十六。好了，侬讲了比好了。十三家头搓麻将，啊，侬一边上书一边看一边蛮好啊，对吧？再或者邵英东，是吧？也好看到。顶顶受欢迎啥人？啥人？邵尼，就立了我旁边这位置。哎，哪能是我呢？我还真搞不懂。我这面孔，看了我就有感觉了啦。哎。侬没发现侬立上来以后跑出去交关人吗？哎，是。祝你们都顺利啊！十一吧，十一，就各种么子看享受，288，看滑稽，那觉得可以吧？哎，这个下趟医院里向看便秘才不要去，才看滑稽了。但是我也晓得了，因为我3楼讲过了，那对2楼是失去信心的，对吧？可能我刚刚3楼，3楼啥么子？3楼搿只名字要好叫想想。像是好眼名字，刚刚用过啊，是好声音用过嘞，开心公寓也用过嘞，不好用嘞，调眼名字啊，侬调只，神勇朋友圈，是吧？名医大会诊，哎，36.7了，哎，不要瞎讲，哎，叫亚叔拉拉门，阿拉胖胖下，胖胖下不来噻，侬脸毛再突然出来，侬我们退休了，哦，侬自家好了，不要啥了，接底子了，有了，什么？有人提醒我了，叫啥？改成3个字，嘎声。啊哈哈！啊，掌声！你看四月今朝来了我的哦。四月来了。侬当心点哦。我意思啊。掌声！掌声！哎，就掌声了，哪能？侬叫老娘舅妈就算了，把现在不上了，反正来拉拉次数好了。朋友，到底我得罪人，侬得罪人啊？我是老的。叫掌声好吧？哎。为啥要叫掌声？为啥叫掌声？有好处的。哎。阿拉3楼装修得1楼2楼完全不一样啊。嗯。金装修，外加包上了一扇大门，金光闪亮，闪闪亮。等到侬推开，嘎嘎嘎嘎嘎一推，要是这个门也不灵的，嘎嘎嘎嘎嘎。耳聋喜得耳聋晓得吧？耳聋。推开一看，嗯，两旁边一排两排，一排男的，一排女的来好。大哥你好。侬还讲侬没去过外所？我门口都走过，漂亮吧？一把两把，在，噶许多人哦，90多鞠躬。人啥地方来？啥地方？没人哎，没啥人去。我想好了，哎，我准备今朝演出结束，我就带6个人去。阿里6个？邵尼、邵玲玲、邵云东、沈宇、金星、沈思清，哎，6个人。不，6个人不够，我已经来2楼了。不得噶了。
八只楼盘嘛，没关系。两楼是我视频呀，侬真定了三楼呀？三楼叫潘金文成了嘞。还是侬嘛，我跟侬感情比较好。好好。侬想为啥要拿真人来了三楼？为啥呢？阿拉三楼是真人服务啊。哦。同志们，那宝马的位置三楼。真人为哪服务？这个当然讲清爽，男的猜男的，女的猜女的，这个不好猜错，对不啦？猜到的这包间里向，哎，真人，都看着你，没，这个有点搞不清爽了。哪？我去上厕所啊，哪能我猜进去啊？啊，那么哪都讲讲吧个，侬需要阿拉讲的话可以啊，我还不消费了啥的，这当然了。不是我等个上厕所旁边一帮啥人看了我个，这个是我伊拉不是我，还是伊拉参观我个嘞？侬可以体验一下嘛？那体验。先生来，请坐。好。啊，侬裤子还没脱。加油！我相信你会成功的。先生，哎，不要看了我，看了我，我应该哎。哥哥呢？我帮侬敲敲。不是，我弄这个样子，我哪能长得这？就搿种消费，1888，哪讲哪能？到1888，哎，到辰光我还会得推出5888个套餐。侬买卡伐？这个辰光就勿是造孽了。哎，私欲亲自陪㑚进去。哦，最后嘛就是。把孙女搀进去，最后嘛，伊坐下来，对吧？对了，伊武帝教官都听我讲清楚，跟你讲啊，好事体啊，侬帮我分担了教官苦力，十一吧？十啥十一？用也不用了十一。这就是我对我们这个公共厕所的畅想啊！畅想，好好。我有一个梦想，有梦想，好好好啊，说不定就实现了，对吧？对呀、啊，从今以后我就是上海公共厕所的托拉斯 CEO， 晓得了，晓得了。哎呀，侬这个梦想真的是哪能啦？侬这个梦想，侬计划老啥有吧？有不得？有呀，到辰光侬就跟我一道去，好吧？好，三年我变成 CEO， 侬变成副 CEO。十一吧，十一个啊！我想呢 ，CEO 呢，侬也不要做了，咋了 ？CEO 也不要做了，对吧？我跟侬讲，听我啊，没错，留了单位里不灵的。不是，侬这个做 CEO， 侬这个计划要打上去，人家要批的。侬跟我去，我打侬啊！阿拉去学习去啊！学习没啥学的，学习有啥学的？怎么搞嘞？懂不啦？学习能真的学习啊？什么？旅游呀。刚刚冒险，记得出去白相呀！这个去，这个去，去吧，去啥地方？那个地方比较少，哦，哇，那个国内兜兜，去国内兜兜，也就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辽宁、黑龙江、吉林，要到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浙江、福建、安徽、四川、宁波、甘肃、内蒙、青海、西藏、新疆、香港、澳门、祖国宝岛、台湾、海南岛，还有中国最新的城市叫三沙市。好，对。侬这个叫少点啊！侬这个全中国兜一圈，搿个全中国么是少的呀，还要去国外来。国外我肯定去个，那不过是经费有限，只好去一两块地方。哦，搿么就一两块。那就是日本、韩国、朝鲜、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缅甸、阿富汗、伊朗、伊拉克，要到英国、美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瑞典、芬兰、荷兰、波兰、俄罗斯、捷克、匈牙利、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要到利比亚、冈比亚、塞比亚、利比利亚、叙利亚、肯尼亚、几内亚、阿尔巴尼亚、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好，哎呀，这个，搿眼地方侪去一趟，侬讲好伐？我讲好个。葛末从今以后，侬就直接跟我跑了，好伐？我跟侬跑个，我去勿唱了，勿唱了。但是我有一个消息跟侬讲一声，啥物事？搿只报告我打上去。打到起，阿拉总裁看了看，伊讲了，讲啥？总经理侬不要做了，我又不做总经理，做啥？把侬做总统。哦哟，根本我做 CEO 了，侬做总统啊？哎，侬阿里只国家总统？国家是没个，哎，公共厕所里的轨道总的归我统一统。搞啥侬？